开始好，先 mute 对，大家好，，mute 大家。好的。换的话呢，贴个字。好的。您可以自己打开呀。对，我打开。好的，好的。各位校友，大家好，欢迎参加加拿大浙江大学校友会2021年。牛气冲天，风光我浙新春联欢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吕新丽。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再次相聚。很多校友呢，其实对于我呢并不陌生。以往呢，我是新春联欢会的时候，我是坐在门口，负责这个接待工作，对大家都是这个指手画脚的，过来过来交钱，过来签到。那今天呢，受这个校友会的委托呢，我今天客串一次主持人。我给自己的定位呢，就是今天的我的主要工作呢，就是给大家通风报信，比如说啥时候发红包啊，比如说什么时候能够得大奖啊，所以说到这个拿这个大奖呢，我现在就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就是您今天参加我们这个晚会的时候呀，你同时需要一部手机，另外呢还需要一部电脑，然后或者是个 iPad，所以你需要两个。那具体的操作呢？我们一会儿呢，就是负责人呢都会具体给大家讲解。我现在呢就想把我们校友会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今年的这种大餐，先透露给大家。今晚呢，我们有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艺表演。表演者有我们的校友，还有我们的浙二代，还有我们校友的家属，所以值得我们的期待。我们晚会中呢还会有一连串的惊喜，当然包括刚才说到了抢红包啊，所以呢大家都要跟上我的节奏，还有这个巨额的奖品等着您拿，所以呢大家不要走开。下面就正式开始我们的联欢会，让我们大家一起快快乐乐、红红火火、庆新春、迎新年，共同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那么，我们首先请出我们的盛影会长为我们联欢会致辞。谢谢吕新丽，你的主持很棒。那现在我 share 一下我的屏幕。大家现在能看到应该了，是可以了，好，好，好。谢谢。不太会用啊，看一下。可以了，已经可以了。各位校友，学长、学姐、学弟、学妹，大家晚上好！在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祝大家身体健康，吉祥如意。大家都知道2020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在上一次我还记得我们上一次非常幸运的现场举办了迎新春晚，我查了一下是20年的1月19号。那么这时我们已经过了整整一年零两周了。那么大部分的校友在我们当中都互相没有见面，相信大家都非常想念。刚刚上网的时候啊，都已经互相不怎么能认得出来了。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线上的大型活动，希望这次活动能非常的成功。同时呢，通过这次活动，我们积累一些经验，更好的策划接下来几个月。估计接下来几个月还会是在家封闭的。接下来几个月有一些活动能够成功的推出。那么感谢这一次今天晚上这个迎新活动的总导演和策划铁木尔副会长、副导演陈建辉财长，所有的这个整个流程以及节目策划是他们两位组织的。今年的由于这个，我们从大家几乎已经在家里待了快一年了，那么看一下，
那个我们今年能够做的活动呢相对比较少，野餐一年一度的夏季野餐会今年是取消了。那么我们做了口罩的发放，三次口罩的发放活动，这边有 slide 的照片，这个是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那么口罩的三次发放都由铁木尔副会长冒着风雪无阻然后冒着生命安危为校友们来发放口罩，总共有三次。我记得第一次的话是当时是下雪天，是3月份，这批口罩呢是由我筹集然后赠送给校友会的。第二次口罩发放是校友总会学校非常关心海外校友的安危发来的口罩以及 PPE 隔离服和当时非常紧俏的 N95 口罩，专门是提供给一线工作医院，在医院一线工作的校友的。第三次口罩发放是浙江省侨联通过浙商会赠送给我们的口罩。那么在这次口罩发放中的除了铁木尔副会长之外的话，陈建辉财长也做了很大的帮助，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同时这一年当中我们有感谢我们的义工团队一直在关心和慰问生病中的校友。同时呢在上半年我们校友会的各个球队兴趣小组的活动呢在上半年基本上是在现场正常活动的，那么后半部分的话呢我们就转成了线上，有一些活动可以进行线上活动。听说舞蹈队在 Amy 队长的领导下一直在线上活动，今天晚上就会有他们的精彩演出。那球类活动的话，听说大家在线上的在线上以互相交流经验为主。今年2020年也非常特殊，北美校友会，我们历史非常悠久的浙大北美校友会，自1976年以来，每年都会有一次年会。那么今年他们也是改成了线上年会。我们的加拿大校友们一起参与了浙大北美校友会的线上年会，这一还包括了年会的系列讲座以及歌唱比赛、校友的相亲活动专场。多伦多本地的资源非常丰富，那么当地有 CCAA 高校联合会以及各类公以及各个华人组织推出的各类工作。相信在年初的时候大家听了很多关于病毒抗病毒防疫的讲座，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到后来的话大家是不是觉得已经有点审美疲劳了，抗疫讲座听的实在是太多了。那么有很多接下来就有很多的健身提高免疫力的讲座，各个专业领域的个人发展专题讲座，还有各种兴趣活动舞蹈歌咏的讲座。有校友说现在的话这个生活啊还是很非常的丰富多彩的，因为线上比线下比当初线下还忙，整天参加各种活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我们的校友会从2000年成立到今年2021年是第22个年头，那这22个年头过去了，我们每年都迎来新的校友，还有新出生的校友的第二代、浙二代，甚至是浙三代。那么，作为这样一个校友会的平台来讲，我们有迎来必然有祝福。那么在这里，我想和大家一起缅怀一下。我们在2020年失去的校友郝小明学姐，电气自动化专业86届。大家也不要太难过，曹小明校友
学姐和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她一直都是非常积极的参与校友会的活动，也做过一些义工。我记得我们校友会聚会的时候啊，她还带了自己做的美食，她做的西式年糕，这是我人生吃到的第一次西式年糕，非常好吃。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包括2020年1月份的上一次我们现场的迎新晚会，他也到了现场。那么我们在缅怀他的同时，我们要感谢他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陪我们走过的这些日子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我们永远记住他。还有比较庆幸的是，迄今为止在今年这个这个疫情肆虐的这一年里，迄今为止大多地区我们还没有校友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在这里呀、我这几天搜集了一下老照片，想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快速的回顾一下。首先是我们20年传统活动之夏季野餐会，这是我找到的比较早的照片，2004年的，2005年的野餐会，2016年的野餐会，2018年、2019年的，新春联欢活动，最早的一幅应该是2003年的，能找到的最早的照片是2003年的。那么有这些照片啊，非常的感谢方玉。我们的方玉理事也是我们创会时的元老，他这整整22年来一丝不苟的搜集我们每一次聚会的照片。这个是2019年的新春联欢会，大家对这张照片是非常熟悉吧？这个梁祝越剧《梁祝》文艺演出，然后是。这张照片啊，这段视频和照片传到欧洲去，然后被誉为史上最高学历书童团。啊，这是上一次照片，2020年的新春晚。这是我们的球队。这也是乒乓球队。羽毛球队、网球队和足球队。是杯高尔夫球赛以及桥牌队，这是乘风破浪的姐姐们，远足小组，这是中加交流，2005年江西书记一行到多伦多来视察，浙大代表团。那么在座的中间这位江西书记旁边这位的话是就是我们的 Joseph 王洪生创会会长，以及我看到有铁木耳是吧？铁木耳对对啊，你那时候好清秀啊，瘦你那时候好清秀啊。这是浙大代表团。是2017年了，就是在几年前的吴朝辉校长一行。好的，那么刚才分享的这些老照片，大家是不是在里面，尤其是比较早期的照片，是不是大家找到了自己年轻的面庞，以及当时自己现在可能已经成年的孩子，当时还抱在手上，毕竟22年过去了。我们校友会这22年走来啊，非常不容易，差不多是三代人的付出，一批又一批涌现出来的义工。那包括这个刚才看到的这张照片，那么这里面早期的一些义工啊，现在他们有的已经移居美国，有的已经回国发展，所以是一批一批涌现出来的义工，不断的出钱出力。再加上更有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的参与，我们校友会才有今天。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平台，继续帮助他成长，
和传承。2020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致命的病毒横扫整个世界，我们大家更要珍惜彼此，团结互助，共度难关。我是99届工业设计专业毕业的，计算机系工业设计专业毕业。2019年的时候是我毕业20周年，我回国参加了我们系的20周年的同学聚会。非常快乐，20年，很多朋友同学20年没见的，非常快乐。我发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20年不见了，当年读书的时候还是有些死对头的，有几个特别优秀的男生，他们什么事情都要比。但是20年过去了，当年的死对头他们都变成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当年的夺妻之恨也变成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所以呢，就是同学之间这20年，这个4年的校园情缘，大家20年之后很多事情是能放下的，留下的都是更多的是校友的情谊。那么在我们校哎，摄影呢？你的声音 mute 掉了。我刚关掉了，然后重新讲一下好吗？会长，你重新打开一下呀。哦，还有背景，还有这个杂音。刚才有听到我说，20周年计算机系的同学聚会吗？正在讲，对。正在讲，那这边我再讲一遍。我是99届计算机系工业设计专业毕业的，2019年的时候是我们毕业20周年校庆，我回国参加了我们系的聚会。那同学聚会大家非常开心，感觉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当年的死对头，当年那些什么都要比一比的死对头，都已经成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当年的夺妻之恨也成了这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那么这个在校园里同学4年，20年过去了，大家留下的更多的是同学的情谊。在我们学校校庆110周年的时候，加拿大校友会给学校的礼物是一首歌曲，叫《思忆时光》，作词是蒙特利尔的施坚基学长，作曲就是我们多伦多大家非常熟悉的周一宁学长，是我们有名的才子。同时还有一首是叫《校友之歌》，作词也是施坚基学长，作曲是由加州的温贤学长作曲。这首歌现在作为学校的一个校友的标准歌曲。我想引用一下他的歌词，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校友情谊。我们相聚西子湖畔，留下青春容颜，我们相别求是校园，诉说万语千言，我们相望天南海北，期盼重逢相见，我们相守风云岁月，共传薪火百年。啊，校友，我们一生的情缘，啊，母校，我们永远的家园。我觉得这段歌词是讲出了我们的心声。最后呢，我要给大家打打气。现在呢是黎明前的黑夜，是最难熬的。我们所有的人基本上都已经窝在家里一年了，或者一年多了。现在疫苗已经出来了，生活很快就要恢复正常了，大家挺住，还是那句话，没事儿别出门，认真做好消毒防疫工作。最后呢，我这个 PPT 翻到了最后一页，那么让我花几秒钟时间来念一下我们校友会的宗旨。我们将秉承公益的创会精神，谨记母校求是校训，继续服务好校友，关心促进母校发展，
为社会尽绵薄之力。谢谢大家。现请大家每人准备一杯酒，晚后的最后我们一起要举杯庆贺恭贺新年。谢谢。好，非常感谢我们会长的致辞。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财长做财务报告。好，让我 share 我的 screen 啊，稍微等一下下。好，大家听见我的声音吗？能。可以，好的，谢谢大家啊。今天非常高兴和众位众多校友那么欢聚一堂，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也看到了一些新朋友老朋友都来了，也看到远道而来的这个王洪生前会长，还有一些滑铁卢的朋友啊，还有一些我们多了更多是我们多伦多的这个校友朋友，非常开心啊，祝大家好啊。那么今天我的这个展示呢，就是主要的从财政的角度讲一讲这个我们校友会2019年到2021年主要的赞助和支出这么一些情况，给大家通报一下。那么首先呢，我非常感谢各位校友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持我们校友会的活动。那么各种方式我指的是有些是资金捐助，比如说有些是球队的冠名赞助，球队的冠名赞助，比如说对羽毛球队啊，对排球队啊，乒乓球队啊，那么这冠名赞助，还有一些专项赞助，比如说是针对某一个活动，比如说2019年我们的多伦多高校春晚这么赞助的活动，那么还有一些通过通用现金的一些捐助。通用现金就是说这个不限用途，可以根据校友会的情况来使用的这么一些捐助。那最近呢，就是我们也收到了滑铁卢校会长李东还有何伟校友他们一些，这些就属于是通用现金捐助。那么球队冠名赞助呢，比如说刘宝勇校友他冠名的这个羽毛球队的，还有卢勇医生赞助排球队的这么冠名赞，这属于是冠名赞助。当然了，就说不光是资金赞助，我们还有一些校友呢非常慷慨的提供一些场地，比如说年会啊，比如说铁木尔他们利用他们公司的年会，就是帮我们省提供了这些年会的场地，帮我们节省了非常多的经费。还有一些圣诞聚会，每年呢我会在我们家里面，当然是过往几年我都会家里面举行一个圣诞聚会，大概有每次大概就接近50个校友来参加，这种也属于是一种那么积极支持校友会活动。还有赖丽萍校友呢，他就说提供这个他家作为我们参加多伦多高校，那么提供化妆啊排练这场地，那么我呢也提供一些排练场地，前后大概七八次在我们家里面就是搞各种活动。还有一些校友呢以实物捐赠，比如每次我们的这个年会的一些礼品呢，还有一些音乐器材，这些都是校友会提供，都是一些校友提供的。那当然了，更少不了我们各类的义工，那么所有都是义工的参与。那么可以说我们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校友呢什么方式我们都积极欢迎，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那么有热情的呢就出热情，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就是财务的原则是这样，首先呢开源节流。那么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校友会的这个特点就是说经费呢相对是比较少的，但是我们搞的活动是特别多的。但是如何平衡好这关系呢，主要是靠的各个校友们的这个积极支持。我们在开源节流的同时呢，我们尽力保持收支平衡，那么严格控制支出。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捐款完全自愿，就是说你今年捐款并不代表你明年也要捐款，你可以是一次性的，你也可以是各种形式，可以资金的方式，也可以是积极参与，也可以是提供一些奖品，或者是提供一些场地，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欢迎的。所以我们校友会呢就是说以极少的这个经费，那么呢办了很多很多的活动，这个事情是确实是有一些了不起的啊，我先为给大家赞一下。
那么我们下面就主要就说勾输入一下我们最近的这几年我们校友会主要的赞助情况和支出情况。那么今年呢，因为才过去一个月，所以说我们没有太多的这个活动，主要的活动围绕着今天这个年会来举行。那么呢，我们刚刚收到了校友会的那么关于年会的这个赞助，盛允他赞助了700加币。那么盛颖呢，他在圣诞节期间呢，还给一些年长的一些校友啊，还有一些在医院里需要探护的校友，那么发送了礼物。那么这个是另外的300加币。那梅红军校友呢，也免费提供了我们 Zoom 的软件捐赠，价值320元。还有田木尔副会长呢，也为今年的年会提供了专项赞助200加币，非常感谢。那么2020年呢，大家也知道，这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因为这年是疫情非常严重，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这些就说球队的活动全部都停止了，那么一些文艺的活动呢也转成线上的。那么这一年呢，其实即使我们所有的活动停止了，但是我们的捐赠呢还确实是有比较多，比如说羽毛球专项赞助540块钱，吴佳音校友捐赠的，还有我们校友刘宝勇师兄呢，给羽毛球一队、二队都有冠名赞助。那么我们的兄弟校友会的滑铁卢校友会的会长李东女士呢，也捐有300加币的通用赞助。那么校友何伟呢，也有300加币的通用赞助。校友何伟呢，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啊，但是我都感觉到非常的亲切，因为他自己其实本身呢，可能就是身体也不太好，但是这样能想到我们校友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还有我们的校友王生辉呢，也是经常就说做专项的年会赞助。刚才我也说了，盛会长呢，他有圣诞礼物专项的赞助。另外一方面，一个大头就是说，今年呢一个非常显著，就是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紧缺这个医用口罩。那么盛颖呢，他也利用他们公司在美国的这么特殊的优势，给我们大家捐赠了4000个医用口罩赞助，当时价值是2000加币。那么铁木尔副会长呢，就分3次提供场地分发口罩，这个精神呢是非常值得敬佩的。另外我们铁木尔副会长呢，还提供了这些年刊印刷，年年如此。那么我呢，就是有一些义卖，就说把这个作为校友会的一些零星开支，就是在另外那个我们的校友，就是温岚还有那个郑慧，师姐呢，他们就是捐助探望了住院的校友，曹晓明，师姐，那么合计赞助3750块钱。那么2020年呢？2020年校友会的主要支出情况也是，基本上就说是，基本上就是在球队方面基本就没有什么支出了，只是有一些零星的支出。那么，盛会长呢，有些圣诞礼物的专项支出，还有铁木尔呢，花了大量的时间寄送了口罩到各个兄弟校友会，温哥华呀、滑铁卢啊、南安大略呀、渥太华呀、蒙特利尔啊这些兄弟校友会。那么我还有就是我们校友会的这个网站一直是由这个方玉来维持的，他每年呢也负责就说 follow up 这个 hosting 的费用，还有零星的一些支出。另一方面，温岚和郑慧他们有为住院校友，那么有100块钱的支出，还有这个年会的专项支出。所以说我们2020年的支出呢，大概是这么多，有一些些的当年的资金盈余。好，那我们再看看2019年。那么2019年呢，应该是一个活动非常多的这么一个这一年。在这一年呢，我们得到了就是卢勇师兄呢，他呢给排球队的冠名赞助1000块，还有高尔夫球队的冠名赞助1000。那么我们校友呢，这个刘宝勇非常的慷慨，给足球队冠名赞助也是1000，还有我们校友梅红军有乒乓球队的冠名赞助1000。校友何伟呢，滑铁卢校友会的何伟师兄的一个羽毛球队有专项捐款，还有一个通用捐款。
那么呢，铁木尔副会长呢给高尔夫球队的赞助机会赞助了378块钱，还有像每年都有这个年刊的印刷呀，提供年会场地呀，还有这样。那么校友陈建辉呢，就是我提供了校友圣诞聚会场地，hosting 了50个校友和家属，还有提供了多伦多华人春晚校友会排练场所8次。那么就是这些呢是主要的一些赞助情况，可能会有一些遗漏啊，请大家指正一下。那么赞助的资金合计呢接近5000块钱。那么2019年我们的活动就是非常的多，大家可以看到羽毛球队支出1918块钱，排球队呢支出1000块，足球队支出了1250，主要是这个于梦柱足球队队长和王晓明他们就花了很大的精力，并且寻求了这个足球队的赞助，乒乓球队的赞助也是比较多。另外方面，像每年这个铁木尔副会长都为夏季聚会呢，就说花了很多的精力寻找场地啊，付这些费用和杂费，并且去看场地，这样，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多，就是当年资金盈余，我们就是付出，因为活动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就会有一些，就有一些这个，这个叫什么？从财务上说是，就是。deficit 对吧，然后呢这个就是说这样就是我们有一年呢可能会出现负数的情况，这样并不代表就是说并不代表我们就是说账户里是出现负数，而是说我们可以从其他年份，那么就是说当有盈余的年份来填补这个空缺那么就是从财务的角度呢，我们就跟大家的 work 输入这两年的这些主要的赞助和支出情况，那么也欢迎各位校友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线下直接联系我。好，谢谢大家，再次感谢大家对校友会的各种活动的支持。好，非常感谢我们财长的给我们做的这个报告。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我们这个尊老爱幼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向我们的老学长们致敬。那这里呢我想介绍一下丁武宝老学长。刚才呢就是会长和财长也都说到了，我们校友会成立22年了，那有很多的校友呢对我们的校友会的活动对校友会以及我们举办的活动做过大量的这个赞助。那最早的赞助人呢应该是我们丁武宝这个老学长，而且呢他持续多年一直对我们的活动和校友会做出赞助。那么现在呢有请我们的丁学长，丁老学长呢给我们讲几句话。你好你好。刚才主持人心里讲我们过去的事情不好意思啊，这也没有做了多少就是对大家的这个老师关怀啊给到非常的感谢。我呢是期待丁武宝你住在什么新世家你是什么家，我是1995年到多伦多的，到今年呢已经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期间过过加拿大同学会你请来也20多年。所以在这些年里呢我轻松地见证了我们同学会的紧张和发展过程。在国外有这样一个同学会确实至关重要。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我们身在海外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每个家庭每个人都会遭到遇到你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每个人又是在大海中的一艘孤舟一样漂泊在天涯，那么同学会就好像让我们可以停泊的港湾，在我们给到物质上和精神上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可以随时转向这个港湾去加油，还拿到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在那里有着丰富的人类知识资源，我们可以从那里得到温暖和期盼，同时呢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为大家付出温暖和爱心的平台，因为那是源于浙江大学的缘分，
大家都可以爱心地从这个源头出发，找到一个共同的连接点。这就是加拿大浙江大学董永辉。这董永辉最早手里有王生啊会长，后来就是王晓明会长，现在呢曾燕会长的带领下呢，他们都以身作则做了许多工作。那这些工作确实做得卓有成效，那是有目共睹的。没有这国家和他们的领导班子的无私付出，和广大同学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积极配合呢，就发够能有今天的同学会。加拿大同学会在国内啊享有很好的这个声誉啊，这就是靠大家的努力。我们一定要共同努力，把这些光荣的传统精神啊发扬下去。同学会领导内部呢要有不同意见，一定要采取包容的态度，互相尊重，互助大局。对我们委员来说呢，就要相信他们的领导能力，积极支持和配合有为的工作，只有这样的学会才能继续发展，会为一届比一届做得更好，一代一代，代代相传。还有我想说的是，我们同学之间有不同观点，不应争论不休，而应该互相理解。观点要坚决不同，不可妨碍同学之间的改进。刚才这个前面几个这个成员会长都讲了这个事情，也是有分歧可以在不同的群里面进行对道。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也应该引起重视，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子孙，我们要鼓励和支持同学们积极参加加拿大精致和文化的活动。不管你的观点如何，不管你是保守党的还是自由党的，我们都要支持，支持有能力、有能量的人站出来，为我们争取主流社会的关注和信任。否则，我们就会在家国永远不会融入主流社会，永远不会被人家看得起，或得到应有的尊重。华人多了也没有用，只有我们能够在家国经济舞台上出人头地。才能够有用，在加国的国际政府机构中拥有一席之地，我们才有用。所以为了这个目标，我要呼吁同学们一起共同努力。最后我衷心祝愿大家新年幸福，身体健康，谢谢。好，非常感谢我们的丁武老学长对我们大家的这个嘱托让我们所有我们的这个校友会的会员们或者我们的校友们，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是一家人，我们永远是一家人。非常感谢您。那么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周志强老学长。那周学长呢，是宣传浙大西迁精神的代表人物。他呢出生在西迁的路上，对这个资助西迁的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我们现在欢迎周学长也给我们讲几句。谢谢那个主持人，谢谢会长。我们叫老周志强。我们现在祝大家呢将要来临的这个牛年呢大吉大利，牛气冲天，希望呢牛年的新官呢对我们人类克服，牛年以后呢，我们生活呢要恢复常态，好好美美。我呢是1957年，进浙大的电机系人能专业的，1962年本科毕业，1962年同年呢我就考进了研究生，所以呢我1966年呢从浙大研究生毕业，同时呢后来呢我分到上海去以后呢，几年以后又调回到浙大来教书了。所以我待在浙大的时间呢是比较长了。那么刚刚主持人介绍呢，我呢是1939年生在这个西迁路上的，今年是牛年了，1937年呢也是牛年，那一年呢我们浙大呢就开始西迁了，日本鬼子呢在这个金山卫登陆，发动卢沟桥事变，浙大呢被迫西迁，先呢迁到了这个临安禅院寺，一年级呢全部在那里上课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浙大呢对那个牛年这特殊事件蛮多的。我们浙大的校训呢，朱校长的讲的诸位要想一想到浙大来做什么，这句话呢
就是那一年呢，在禅院寺临安发表的。然后呢，一不断的这个西迁，日本鬼子也打不凶了。我们经过江西，到了太湖，然后呢，从太湖呢，又迁到广西宜山，那是已经花了将近一年多时间了，到了1939年了。那时候呢，我在1939年就在宜山出生的。宜山呢是广西省对浙江的也是个重要的节点。我们的孝郭了，大不知多，海纳江湖呢，就是在宜山的时候呢，是在厂里出来的。那么宜山待的时间不长了以后呢，这个日本人攻势很凶的，浙大又迁了，最后呢迁到这个遵义、湄潭、永兴这个地方呢，长期住下来，办学了。我们浙大的学生呢，在周校长这个领导下，几千人了，基本上是徒步了，走的时间比较多的，这样走了一年多，才到了贵州办学。所以呢，我们浙大呢，在这个被那个我们称作了文君西征，文君长征。所以那历史上呢，经过了这个浙江省、江西省、广西省、贵州省，这个行程有几千公里了，艰苦卓绝了。所以呢，我们的校训呢，就是这个长军产生，校歌呢在宜山产生，学校一路在西迁，一路壮，同时在壮大，在西迁路上呢，在最后呢，在贵州呢，办了青年学。1946年抗战胜利以后呢，复员回到杭州。我呢本人呢，经历了西迁的过程，有很多故事。我们说西迁二代了，这个郭志都写了回忆文章，最后呢出版了，去年出版了本书。这个我呢因为作者的关系呢，也分了40本书，我余情都没带回来，多人多来，所以下回呢带回来呢送几本给我们校友会。2007年呢，我们北美校友会呢，在老学长姚文琴的带领下，第一次呢他们回访了贵州西迁的办学地，我们受到隆重的接待。我希望疫情过了后以后呢，新一届的北美校友会呢，再能组织一次我们年轻校友去访问西迁的浙大的办学的故地。2007年的访问的时候呢，我感触很深了，就在校友们的鼓励下呢，当时我还写了一首歌的歌词，这个歌呢叫《文君西征》中的 New Baby， 由贵州电视台呢找音乐家的黄明去谱了曲。我们家住在永兴的那个房子了，当地呢叫教授楼呢，现在已经立成国务院的记得这个保护文物。我呢大概从到了2019年，我已经三次到那边去访问故地了。贵州的生活呢是比较苦的啊，没有电，那个时候照明呢都用那个桐油灯。贵州上课下课了，没有电嘛，也没有电铃了，用那个号兵啊，吹号来上课下课。所以呢，抗战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油路不通了，这个经济一个学生经济来源受到这个不通了，没有钱了。他们又开展勤工俭学，再展开家教。我的第一个启蒙家教老师啊，就是我们前校长杨士林的太太朱国英教授，他做我们的启蒙教师的。现在呢，还健在呢，也100岁了。我们的西迁二代的这个经历过的人类的年龄了，起码都有80岁以上了，对不对？都是。所以呢，那时候呢，我们的西迁回来的时候呢，尸身是混合编队的，坐的是木炭车，经过贵阳出发到往湘西走的时候呢，也真是这个艰苦卓绝了。这么一点路都现在杭州到贵阳了，不过也就是6-7个小时。现在那个时候我们路上走了一个月，我们从贵阳出发，经过湖南西边的时候，我们经过了枝江。怀化的地方，抗战最后一战就是去峰山战役，在那边打的。那一战消灭了日本人3万多，
我们呢过我那是小时候大概八岁七岁经过的时候看到日本俘虏兵被中国人这个军队压住在那里修路啊，心里看得很开心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从那个时候从过来呢走了一个多月。这个西迁路上也不是很平稳的、啊、我们一个大学生呢在这个汉口啊大家学校包船回到那个南京上海的时候呢不当心晚上去的时候掉在那个驳船的这个舱底里去了摔死了叫周建林。这很可惜了倒也到家门口了就摔死了。46年呢还有一个也是牛年了。我们知道呢宁夏解放知道呢军管马应忠呢做了校长。做校长呢比如这个缘故呢也不大顶清楚就是在常州5月3号解放的他4月26号跑到上海去了从此以后就没回过浙大。我呢西迁故事也蛮多的我这里不可能就讲了。我们呢顶方呢建了一个网站我们东东写写呢还可以。所以呢以后我们在网站上呢大家呢交流交流。如果年轻的这个校友们喜欢听呢我就这样讲给大家听听。啊我呢再讲在网上再挖讲一句啊大家新年好。另外呢我说上海话呢新年好。我讲一句贵州话新年好再见。非常感谢周学长带我们回顾我们建校史、希望有机会呢我们也能够去按着这个原路能够去参观、访问、非常感谢那我们刚才周学长提到了他在这个请出我们的一位年轻的校友来跟大家讲几句那呢他就是塔密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那他来自这个是蒙古族的所以呢我想呢这个塔米尔可能正在为我们明年的这个新春联欢会在准备节目那么今年呢他自告奋勇呢要跟大家先说几句好欢迎塔米尔啊，大家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能听到很好 OK 亲爱的校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首先非常荣幸能以年轻校友的身份在咱们校友会的新年晚会上发言、我的名字叫塔米尔来自内蒙古通辽市、是11级信电系信息与通信工程的学弟、目前是在多伦多亚马逊工作职业是一名软件工程师、第一次知道并且接触校友会是在18年的夏天、那时候刚从滑铁卢大学毕业然后搬到多伦多来工作、偶然间在网上得知有加拿大校友会的存在然后当时正好在组织野餐活动于是我就果断报了名、第一次野餐活动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首先我没有想到在多伦多有咱们这么多的校友在、让异国他乡的我瞬间有了一种回到母校的感觉尽管跟很多校友都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大家都非常的友善亲切、大家当时从、大学时候的趣闻轶事聊到现在所从事的工作然后再到兴趣爱好、您没有把话筒打开呀我听见我说话了吗听见好 你接着对、好那我继续、大家都聊得很热火朝天还有一点是校友们带来的美食真的是非常的可口让我尝遍了全国各地的美味、尽管当时下了点小雨然后天气不算特别好但是我心里却很激动、那种感觉很奇妙仿佛跟大家已经、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似的、而且我还得知、我们校友会创办了很多以兴趣爱好为主的团体比如说排球队乒乓球队还有合唱团等等给广大校友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锻炼身体、陶冶情操积极阳光的一个平台和环境、非常感谢校友会的领导理事还有义工们用他们宝贵的时间跟精力、去给广大的校友们搭建了一个这样可以跟、母校增强联系增加母校的归属感荣誉感还有彼此分享喜悦跟快乐传递友情的这么一个平台、
在疫情的肆虐的艰难环境下呢，今天我们以浙大人的身份欢聚一堂，再续浙大情，共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我希望这次的晚会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崭新的起点。我也由衷的希望，在居家隔离的大环境之下，我们的校友会仍然能打破距离的限制，就像盛颖会长刚刚所说，多多组织线上的活动，比如说线上的教育培训讲座呀，线上 K 歌、游戏等环节，来让校友们依然保持联系，增加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第二点对校友会的期待是能否搭建一个让广大校友们更便捷的彼此连接解决实际问题、互帮互助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我们的校友遍布各个行业比如银行业医疗业、保险业、房地产等等。如果我有买房或者是租房的需求的话，而且我也恰好知道某一个校友在做房屋中介的话，我就可以联系他。一方面呢是因为信得过校友，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很好的支持校友的事业，可以说是两全其美的结果了。总之呢，我希望校友们可以继续团结互助，深化感情，有所收获，并且积极快乐的过好新的一年。也希望等疫情彻底结束了之后，我们可以再来一场说约就约的聚会。最后呢，我再给大家拜个早年，预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也衷心祝愿各位校友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在各自的领域内辛勤耕耘，收获满满。也由衷的祝愿在盛颖会长、田默尔副会长还有陈建辉财长的带领下，浙大加拿大校友会越办越好，也预祝今天的晚会顺利圆满的进行。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唐聂尔代表我们年轻的这个校友们发言，讲得太好了，对我们校友会有很大的期望，也希望我能够以后呢多多组织活动，也希望我们有更多年轻的校友们能够参加到我们的这个活动中来。好，非常感谢。那我已经看到我王老会长讲话好吗？好的好的，对，欢迎我们的对王会长。哦，没有了啊，谢谢。我就简单说两句。前面我介绍了我自己，然后也非常感谢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那个我们加拿大浙江大学校友会能够组织那个好，特别像我们有老学长这个丁学长、周学长都到会，还有我们的年轻的同学学友。大家欢聚一堂。2020年虽然是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挑战的一年，但是2021年的春天应该也快来了，那么大家同舟共济，在这个过程当中校友会也积极帮助这个各位校友，然后还有校友也积极参与那个，看到我也看到刚才的那个总结汇报，无论我们活动都还是欣欣向荣。我相信在未来大家这个互相帮助，然后共同共建我们这个校友这样一个群体。也祝大家这个今年的这个晚会红红火火，大家开开心心过好新年。谢谢。好，非常感谢我们王会长导。接下来呢我们会请出我们浙大的兴趣小组和球队的队长们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这个活动。我们首先请出我们的排球队长陈建辉。好，谢谢大家，我正在 share 屏幕啊 ，slides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排球队，不会占用大家太多时间。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排球队有很多的活动啊，不光是在冬天，我们有在室内的活动，我们有在夏天，有很多很多的这些summer fun 的 beach volleyball 沙滩排球。大家看这个是我儿子这个是我儿子啊，所以我们下一代也积极参加这个排球队的活动，这是我们排球队的一些机会。
那么我们这个排球队呢，历年的冠名赞助有至少有三个冠名赞助了。那么最新的一个是华康齿科的冠名赞助，我们叫浙大华康齿科排球队。在之前呢，有浙大奇珍排球队和鼎新国际排球队。那么我们排球队呢，能够在这个多伦多这个强手如林的环境下，那么逐步成长起来，真是非常不容易。我们取得了不少成绩，尤其在2019年，我们丁香杯高校室内排球赛得到了 B 组冠军，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每年呢，我们都有一个提升，或者从 B 到进的 A 组，或者在 B 组里取得很高的层次，名次。这个是我们在就夏天的这个夏天这个草地排球赛，这个就是一些图，就是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排球队的活动，丰富多彩的活动，也是有很多参与，我们的队伍也逐渐壮大，从刚开始的五个人，然后慢慢的积累起来，有现在是两个队，这也是我们在室内和草地排球赛的一些集锦，那么也得到了很多校友的一些关注，大家看，这就是大家欢聚一堂的一些照片，一些排球训练的一些照片。那么我们排球队呢，就不仅光打球，我们其实也是建立了自己的一些更加细分的一些小组。比如说我们这个左边这个图像，就是我们参加2019年高校春晚的一些我们排球Zumba， 在当时的高校春晚也引起了轰动。我们是最后一个压轴节目，就是我们是把排球的这个动感和 Zumba 的这些力量都结合在一起。这个是在我们家聚会的情况。那么呢，我们也很有幸呢，和来自浙大驻北美旧金山领导一起参加排球队的活动，have a lot of fun。这都是我们大家在后院呢一起参加活动的一些照片。那么大家就是说在球队上呢是球友，大家在生活上也是很好的朋友，经常有一些大家互帮互助啊。比如说有些校友工作的有一些招聘的信息，或者是他需要就是说推销一些公司的一些产品呢，我们大家都作为优先来考虑。这个就是我们夏天的乐趣。到了夏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时间是在沙排上，而且都是免费的，这个是非常好。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大家看这个照片，我们排球队的这个为数不多的几个女队员也非常的开心，看我们芳姐笑得多开心，要被一群这个帅哥包围着。这都是我们在夏天时候的度过美好时光，这个沙排，这些都是我们参加各种的活动。好，这个是我们的排球队友李景刚在家里招待各位球友，那么是我们获得了这个室内排球 B 组冠军之后，大家欢聚一堂。好，我们非常欢迎你的加入。我们尤其大家看出来，我们排球队呢，就特点就是女生特别少，所以我们非常渴望你的加入。当然我们对男生要求会稍微高点，但是呢，对女生呢，就是只要能够发球过网，我们都非常欢迎。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寻求2011年的冠名赞助，所以希望有校友对冠名赞助的有兴趣的可以联系我。我们对这个推广这个校友的这个企业啊，还有提升这个名声，其实我们有比较多的经验。因为鼎新国际呢，当时候它是一个私人的企业，然后我们就是在他是做医疗方面的一些东西的，所以我们在帮他推广他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所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经验的。另外方面的华康齿科呢，其实我们也是华康齿科作为我们的冠名赞助的时候呢，大家我们的队友呢也是通过这种各种方式帮华康齿科做一些宣传，我觉得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如果大家希望就是说你的企业能够通过我们排球队来帮你宣传的话，请来联系。好，谢谢。好的，我打开声音，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给我听得到，已经听到了，很好听。这样子，我刚刚
我上来有点晚了啊。看到这个，我先讲一下我们这乒乓球队。我们现在乒乓球队呢是叫已经叫九四鹰的乒乓球队啊，是我们这个学校的最好听的名字。那么我今天呢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也是算给大家汇报一下啊，这个两年的时间乒乓球队的一些事情。那么我想呢2019呢我总结了一下呢就是这样，八个字，四个词啊。我这里怎么有很多杂音，行了吗？没有没有，是我的。我想就讲这么几个关键词，然后再看图说话吧。那么2019呢，我们围绕的就是拜师集训，然后冠军庆功这个主题。然后呢2020呢我们是改革坚守感恩和广告。我就接下来就继续麻烦帮我换一张下一张。好，那个我们乒乓球队呢，那么这个起步是比较早，但是呢队伍的人员不够，当时呢这个情况也基础比较差，所以从这个情况呢，我们就首先就是想这个提高乒乓球队员的这个技术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在2019呢有拜师活动啊，这个拜师活动我觉得也挺好，那么不同程度的大家的那个球技呢也有了进步啊。这个拜师你看到没有，当中一张图，我们首先是要把师傅要先要喂一颗糖，让给师傅舔一舔，尝尝那个甜味啊，然后呢我们再献花，这样再合影，这样蛮有趣的。好，下一张。训练呢是我们的最主要的内容，那么我们的训练呢是非常坚持的。这个201952周我们没有一周是落下的，我们每礼拜六啊下午，那么训练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有时候会可能会占据整个二分之一个球场，所以浙大在球馆也是非常有名的啊。如果我们不去，我们少看到人，我们大家都会问啊，浙大的怎么样，还没到啊还怎么样，就是说我们浙大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坚持在这个球馆训练。然后我们还搞一些自己球队的一些比赛，小型的比赛，所以我们也选过自己球队的男队和女队分别的这个冠军，这样。下一张。然后2019呢，我们应该讲我们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啊。首先呢组织了两个队来参加比赛，这是以前都没有的，我们有一队和二队，一队呢在 B 组呢取得了冠军，那么这个呢成绩呢是跨了一大步啊，跨了一大步，那么所以队员们都很开心。那么二队呢在这个C 组呢得了第三名，所以成绩也是非常好。这个二队呢也是新组建的，所以参加的人数呢也已经达到了两个队。下一张。我都听呆了。那么这个呢就是两个队的奖状啊，我们还有那个奖牌，跟每个队员呢还发奖牌，所以我们还接下来我想讲一讲庆功。下一张。那么庆功活动呢我们要搞得比较像样吧，就是把每个队员的名单，你看我们都把照片贴出来，把那些队员呢都亮相。然后呢我们还选自己的最喜爱的队员和年度最佳，这样。那么也是会长也给我们来颁奖，所以你看这个这一张那个女队员拿的奖，拿束花，拿的奖牌，这是特意从美国赶过来参加我们的颁奖活动，所以说第一张还有奖品，这些呢都是靠大家的赞助。好，下一张。
这些就是我们发奖的一些 图片啊，有奖牌啊。好，那么我们的发奖呢也是因地取材，也是搞了很多活动啊。发奖也是因为不可也很难聚在一起，所以我们还去那个滑铁卢有那个滑铁卢的那个什么校友会的校友们给我们颁奖，所以搞得也蛮生动，大家也挺开心啊。你看还有红包，发红包这些都是自己凑的啊。好，下一张。那么这个呢就是19年的这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也讲讲2020年。那么2020年呢要讲呢就是要从这两张这个绿板来开始讲。那么2020年呢我们开始呢年初呢就有进行了一些改革对球队啊。那么以往的球队呢都是我们觉得都比较被动啊，等靠要这样的，就是等着这个冠名啊或者等赞助啊这样。那么从2020年以后呢我们坚持两个重心一个基本点重心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变被动为主动啊，我们呢不再等靠要，我们要靠自己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持续发展，要有发展，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样进行从这个两个方面。那么一个基本点呢就是说就是要发展群众运动，这样一个群众体育运动啊，这样一个基本点。所以呢改革呢就改成了一个俱乐部制啊，俱乐部那每个人呢都是会员，所以我们以会员呢这个来组织大家。那么还有一个嘛，当然也是离不开这个赞助啊，这两者结合那么我觉得现在情况也比较好大家的积极性呢都起来了。那么现在我们也自己有了一个球星这个乒乓球俱乐部这么一个组织了，那比较正常也比较正规。下一张。那么2020年呢遇到疫情呢，当然也是大家也是比较遗憾啊，但是呢我们的队员们呢就是没有放弃啊，一直在坚守，他们在自己家里的地下室啊一直在坚持训练啊，反而技术在进步啊，看他们都技术一发球的这个进攻的都练得越来越好。好，下一张。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还在这个疫情比较缓和的时候呢，我们还搞了一次活动啊，就是抓紧时间吧，我们有出去大家聚一聚，因为大家很想念吧，很久不见很想念，就是啊见面都很高兴。那么他们那个密西沙加西区呢他们还组织一些比赛，所以这个还真不错，就是在2020年的这个空隙时间啊，所以大家都是很努力很坚守。好，下一张。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讲讲这个球队发展到现在呢也非常好，那么我们也要感恩啊，感恩。那么从这个感恩呢，首先从第一张图片的那个蛋糕开始，感恩我的先生啊，我老公也是校友。那么开始呢球队也比较困难，那么他作为这个队长的这个赞助队长的老公啊，要当然要付出要赞助啊，那么赞助一些球队的一些设备啊什么的当然我也花了不少时间，那首先要感谢他。然后呢第二呢我们要感谢那个我的球队队员啊，这些队员们呢真的是应该讲积极性都很高啊。那么我们的队员呢，我对这个队员的感谢啊，我就是说我们队员的特色就是吃啊，大吃大喝这个饭店吃家里吃啊，随时随地吃，我们搞活动啊，我们打球训练啊，我们的这个队员们都会拿东西来给大家品尝这样啊，所以球队的气氛那么而且我们的球队啊还有很多大厨，所以说美食在我们这里这个是不缺的啊。
好，下一张。其次呢，当然要感谢第一张图片的这个，这个是个队长啊。那么今天把它放出来呢，主要是为了要展示一下这个装备啊。那这一身的装备呢，其实也是给那个赞助商提供一个广告的机会啊。希望这个赞助商呢，这个能够看到我们这个这么漂亮的专业的这个服装啊。那么接下来呢，要感谢这个。赞助商，那么这一张图片的三个师弟呢，他们都是有些是连续赞助，有些是这个不管多少啊，每年都出钱，特别是梅师弟啊，他连续两年都为我们赞助，所以这样呢，是乒乓球队呢有了一个这个经济基础吧。那么还有一个呢，要感谢我们的这个后勤这一块啊，后援这一块。那么后援呢，我们有一个啦啦队的啊，有个粉丝团，有个啦啦队的，所以他们呢也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比如像你像我们女儿，你看她，我每次乒乓球队要什么活动，我会把她拉上啊，所以她也会为我做一些事。那么这还有呢，最后呢，感谢一下我们那个校友会啊。那么校友会呢，为乒乓球队的建立呢，当然是也是这个很尽心的，不光是给我们这个要报名要赞助啊，还有呢，校友会也是我们有什么活动啊，他们都尽力的这个都来派人来啊，或者怎么样都来参与的啊。所以说这个是。我想要说的，我们作为乒乓球队有今天啊，要感谢所有大家一起的努力付出。好，下一张。好，那么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就是最后一张广告了啊，这个关键词。那么广告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球队呢现在应该讲经费啊，还是比较充，还是比较有充足的。我们俱乐部制以后呢，我们有一些结余了，我们的日常的开销呢，我们应该是都有的。而且呢，我们坚持一个就是赞助商的这个钱呢，我们都是用在比较需要必须要用的啊，是报名啊，或者是服装啊，是其他那个活动的个人什么个人的活动，或者是大家吃喝玩乐的事情，那绝对不使用这个经费的啊。那么现在情况呢，我们经费是有的啊。那我们呢，就是说我们的服装呢倒是可以这个做广告的。我是现在招广告啊，不是招冠名啊什么的。当然有冠名也可以啊，但是我们希望呢，就是这些服装呢穿在身上呢，你看下一张图，最后右下角那张图啊，都是会有一些品牌啊什么会贴在这个衣服上面。这样的话，一个也比较广告效应也比较好啊，所以可以如果需要的话啊，请校友们就是可以跟我们来乒乓球来。对，来要求来谈啊。好，下一站。那么像我们要能做广告的地方呢也蛮多的啊。我们也比较因为我先生在国内啊有工厂可以制作，所以呢也比较方便啊。比如说像这些包包啊，这些乒乓球拍子的那个这个袋子啊，这些衣服啊，上面有什么要印刷的东西都比较方便。那么包括我们这一张是一张球票啊，下一张是张球票。那这些需要做广告的呢，都可以跟我们说啊，因为这个做广告也比较好啊，球票使用量也蛮大的啊，所以也就总之一句话，就是希望。就是大家来关注我们啊，然后呢如果有需要的呢我们一起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乒乓球队呢，我刚说过我们是一个基本点，就是要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所以呢我们是人越多越好。今年其实2020年的高校杯我们报名已经三个队了啊，达到了30个人。
所以还是等于说还是可以增加队员的，所以说欢迎大家一起来，而且我们有 不断的有教练，各个水平各个层次上面我们都有教练。好，谢谢大家。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阿矮队长。那我们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羽毛球队队长来跟大家分享。那 接下一个呢是桥牌队的队长，做好准备。Hello， 能听见我吗？能听到。可以可以。好好好，那我现在把我的那个帮着 share 一下。能看见吧？可以可以。好好好。我们校友会的羽毛球队是17年的9月份成立的。那么第一次成立的时候主要是针对我们18年初3月份的高校杯，所以成立的 也不算时间长，到现在3年吧。在第一届的时候呢，我们是组了两个队。一个是 A 队呢，是 A 组呢，参加 A 组的是我们校友组成的。B 队呢是由我们浙大加上北京邮电和天津财大三个学校组成的联队。那么第一届呢得到我们圣英会长的挂名赞助，叫做给我们命名叫团结队。我们第一届呢那个成绩呢还算是不错，第一届呢我们是A 组是拿了前四名，然后 B 组我们是进入前八。 A 组是在36个球队里面， B 组是在16个球队里面。那么我们在第二届呢是19年呢是5月份我们是参加第二届的高校杯。那么我们在第二届呢我们就也是派了两支队伍参加， A 组呢是在42个球队里面是打了全八，然后我们 B 组呢是由西安邮电和 南昌职业师范学院三个学校联队组成联队参加 B 组比赛，在 Adam 的做队长中间这位哈 帅小伙带领下呢，我们是在16支队伍里面是获得亚军，所以成绩非常好。那么在19年的12月份呢，我们队和南京大学还有部分的清华大学和山东大学，我们组成一个联队参加那个高校羽毛球的羽毛球的精英赛。在我们联队呢是在精英赛呢我们是获得了 B 组的冠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联队的主力利奥AJ 阿东都是恰尔斯都是我们的联队主力。那么由于疫情的关系呢，我们在整个2020年就没有办法组织这个集体活动，因为羽毛球运动呢整个在它在室内要求就比较受限制。幸好的是我们在就是整个这个 lockdown 之前呢，我们就组织了一次集训。那么当时呢我们就得到校友也是爱爱的推荐，就得到了我们一位就是左边这位天心这位小姑娘，和还有我们右边这位雨熙同学呢，两位同学都是我们浙大的校友，在这个多伦多大学读现在在读的学生。那么他们两位都曾经是小时候都参加过羽毛球训练，所以水平也相当高，在我们集训中就得到这两位女生，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是确实就像乒乓球羽毛那个排球队所说的，女生是比较缺乏的，我们男生比较多，但是女生确实比较缺乏，所以一直也希望呢各位校友校友会大家有见到有机会，只要是女生能挥起拍子的，能让往前打能发出球的，都欢迎来参加报名参加我们羽毛球队。这里呢就我把这个历年就是两年我们实际上也就是18年和19年两年参加比赛的一些比赛的赛场的集锦呢给大家显示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利昂跟阿玉还有这个是
Charles 和这个 AJ 啊 ，Charles 和 Adam 嘛、啊，这个对面的这位呢，实际上是我们的，我们的教练啊、是国家青年队的教练啊、做我们的一个兼职教练，帮助我们队伍提高水平。啊、还有另两，这边呢是我们那个Kevin 和这个Kevin 和 Richard 在训练中。远处也能看见是应该是胡英啊。那么下一张呢，大家看到是各位我们的高手在场上扣球啊扑救的动作啊，各位能看到啊我们的选手的影子。啊、这是我们在18年比赛结束之后，在盛会家里面举行这个庆功会，盛会也给我们举行这个庆功会的情景。可以看到，盛会手中拿的是我们当时拿到的这个获得的，这个前三名的，第三名的那个奖杯。这是我们每年就是比赛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利昂家里面聚一次，因为他那里家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亲，因为我们毕竟在滑铁卢的同学比较多，那么我们去多伦多的同学过去呢，也看看那边的风景，正好就大家在那聚这是我们当时聚会的一个情景。所以我们苏联羽毛球队成立时间不长，只有短短三年时间，但是我们要感谢历年来校友的赞助和这个义工的资源，特别校友会的资源，包括陈龙波啊、朱伟平啊、李东啊、侯伟，我们列出来这一系列同学的这个赞助，还要特别感谢这个盛英、殷勤、丽丽吴和刘宝允和孟龙牙科代表的赞助商的赞助。那么刘宝允同学呢，就是赞助我们。2020年是代表 EB 同时给我们 A 队和 B 队两个队冠名赞助，要万分感谢。这是他的这个EB 钱包的这个宣传广告。所以我们球队呢，就是全体成员向大家拜年，祝大家牛年快乐，身体安康。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球队里面包括方玉啊、Leo 啊、Richard 啊，还有全体球员还有我们 Adam 啊，二队的队长前两届的队长呢，对球队工作的这个大力支持向大家拜一个早年的牛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谢谢。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羽毛球队长 Gordon。 那接下来呢是桥牌队分享桥牌队之后呢是网球队请网球队长也做好准备。桥牌队队长方林教友，方林好像没有来，那我就代帮他把这个 print 就把他那个 share 吧，好不好？稍微等一下。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桥牌队，因为我本身对桥牌并不是很懂啊，所以说我就简单的按照方姐提供给我这个，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桥牌队呢，应该是属于是高智商的这么一个游戏。那么方姐呢，她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也组织了好几次比赛，当然呢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就是说桥牌的 fans。但是我知道就说是这是非常耗脑筋的一个运动，然后他们在基本上是在每一个礼拜呢，他们都会聚集在他们一个球就是牌友他们家，然后大家一起练习，那这是他们在一起比赛的时候的场景，大家都坐在一起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排球队不好意思，这是他们的那个桥牌队，大家看的都很从这个队友们紧锁的眉头可以看出，这比赛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和紧张的。那这是方姐呢和他们这些桥牌队的这些队友在家里训练的一些场景。
好，那么我们校友会呢，因为桥牌队呢是一个比较新的这么一个兴趣队，所以校友会也赞助了300加币作为他们从国内购买这个桥牌用具的那么资金。好，这些都是在桥牌打完桥牌以后的业余时间，大家一起欢聚一堂的一些照片，都看着都很温馨，都像一家人一样。好，谢谢大家。我相信呢，桥牌队呢也会寻求一些赞助。有对桥牌队进行赞助的校友呢，可以直接联系方姐或者联系我，或者是铁木尔都可以。好，谢谢大家。好的，谢谢我们的队长。那网球队是不是这个浙大的这个网球队呢？是可以说用实力不凡来形容。因为这个队长肖恩成今天有事不能参加，所以我就带他展示一下。浙大的排球队，浙大的网球队呢，就是在那个在多伦多高校当中属于是实力非常强的一个球队，小而精悍。那么第一次参加大型的比赛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所以说他们有2018年全球清华自由玲珑杯多伦多站团体赛的季军。大家知道清华大学他在网球是非常厉害的，那么他在2018年的时候呢，在全球几十个国家就说以清华大学的这个校友为主，那么他们组成一些队来进行比赛，特别他们邀请了我们浙大的这个队来，当时浙大是第一次组队，所以说呢他们是，所以证明他们实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然后第一次参加这个队他就得到了团体组的季军，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网球队的全体成员，我不知道有哪些漏了，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些。这是在得到这些奖以后大家一起拍照，这网球健儿的风采。这些都是在比赛当中的一些精彩的一些片段。这是大家在夺其实不是在夺奖后，应该是在这个比赛激烈的比赛当中，那么一些大家聚在一起亲切的一些交谈的一些照片，非常的温馨。好，有对排球有对这个网球有兴趣的校友也请直接联系这个肖恩成或者联系我也都可以。有需要有想赞助的话，也请各位联系这个肖恩成队长或者是我。好，谢谢大家。好的，谢谢陈殿辉。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舞蹈队的分享。舞蹈队之后的分享呢，然后是我们的足球队。那么足球队队长可以做好准备。还没准备好了，那先图片打开吧，没问题的。先给大家问个好吧。我代表我们舞蹈队哈，向我们校友那个祝新年快乐，希望牛年带来新的那个新的气象哈。我讲一下我们这个舞蹈队成立的这个过程。我们舞蹈队比较新嘛，那个是去年，就是前年的2019年2月份，就是中国新年的时候，高校联合春晚，我呢和一些跳拉丁舞的小姐妹呢参加了那个春晚演出。当时跳的是什么舞？一个恰恰和桑巴的 mix。当时呢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浙大也应该有一个类似的舞蹈队吧。所以表演完了以后呢，趁着我们当时2019年2月份我们浙大校友会搞联欢活动的时候呢，我在舞台上甩了两下，然后呢当时跳的是那个 Hey Daddy。还有我们哪个校友我记不得了他的名字，踊跃参加成为做一个那个 daddy 来配合那个恰恰舞。然后呢我们当时呢跳完以后呢，我就跟大家就是说希望大家加入参加我们的那个舞蹈队。然后我们呢当时有不少校友报名参加哈。那么当时我们也没有经费，就也没有请老师，
郑慧呢去联系了一个很合适，就是比较小但是价格也比较合适的那个场地，然后呢我呢就在那里现学现卖，把就是让大家呢就是学了一个舞蹈，就是恰恰舞，叫当时配的乐呢就是 Senorita。 当时这个舞蹈呢本来呢是我们经过层层的那个审核进入了那个高校春晚的，那这些照片呢就是我们当时在排练，我在那里做就是现学现卖了，但是大家都学得很认真，而且呢都跳得很好，都跳舞是一种运动嘛，大家也可以减肥啊，所以大家都很开心在一起跳跳舞。那下一页吧。这个是我们当时呢，因为我们跳舞中间呢大家有时候也会在月末聚会。有时候呢是在当第一张呢是在郑慧家里聚会，第二张呢我们是在一个 Thai restaurant 聚会。我也感谢大家那个就是每个月给我请我吃顿饭，非常感谢大家，我们都非常开心在一起哈。当时呢我们呢就是非常的认真，然后呢我们的舞蹈呢经过一层一层的筛选呢进入了最后的那个进入了那个高校春晚的那个节目里边，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也非常感谢大家都很认真很努力，然后呢自己买的服装，这里要插一句，非常非常感谢呢文兰给我们的那个服装的支持，所以我们在舞台上的那个服装呢都是文兰赞助的，所以非常感谢他。文兰呢希望以后你们有什么应该文兰是做房地产的嘛，希望你们有以后有什么，刚才有小朋友说要租房啊什么的可以找文兰哈。你们也可以追求冠名赞助啊。对啊，我们也可以追求冠名赞助啊，希望有谁可以做冠名赞助可以联系我或者联系那个我们班长郑慧哈。当时呢我们的高校联合春晚呢是没有取消了，因为这个新冠的问题。那么我们当时呢是2020年呢在省政府和浙江大学新年的校友会呢我们都还是表演了，所以第一张照片呢是在省政府的那个表演。然后呢我们第二张就是右边第二张呢就是我们在疫情下面大家经过就是在 Zoom 的那个平台上面还是争取每个礼拜进行一次活动，也是一种运动嘛。我们跳的是另外一个舞叫 Mojito， 也是一个恰恰，但是相对简单一点。为了配合呢2021年的春晚，当时呢是说是要线上活动，所以呢我们要录像，结果我们请来了杨磊啊，还有小红的老公啊都来给我们在室外做了一个录像，所以右下角是我们当时在室外的一个舞台上，在秋天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秋天里，你看树叶都掉光了，但是那天正好是非常温暖，我们就在那边呢进行了现场录像。然后呢也感谢那个铁木尔和开始做合成，最后呢当然那个郑慧的女儿呢也来帮忙给我们做那个做成了合成非常清晰的一个录像，这个呢会代表我们浙大呢参加2021年的高校联合春晚的活动那个表演，当然这次是网上的表演，希望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去看一看。我基本上就是这一些吧。那么
这个是我们自娱自乐啦，我们当时去了一个 cottage， 夏天的时候在一起聚会开的那这个 mojito 哈、啊，跳的那个 cha cha， 大家在草地上模拟的我们在海边的那种感觉哈、啊，你看多快乐哈、啊，所以呢，跳点舞也挺好，大家在一起自娱自乐嘛。啊，这个呢是我们当时呢在rehearsal 就是参选参选那个2020年春晚的筛选的那个一个照片。啊，那么我们唯一的男队员呢是提莫尔。现在呢，我们展望未来，就是明年呢，我们希望呢，一个在新冠没有新冠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面对面的跳舞的时候呢，我们争取呢是要开始有这个 formation dance， 就是说呢是有男有女的一个集体舞。所以呢我们希望呢，我们现在有不少女生，也更希望更多的女生参加，但是呢我们也更欢迎男生来参加我们的舞蹈队啊、非常开心的一个舞蹈，也是很好的锻炼身体的一个方式。希望更多的男生也来加入我们的舞蹈队，我们会有一个很漂亮的 formation 舞蹈。我已经减肥了快20磅了。啊，你光减肥不行啊，你还得要增加肌肉啊，跳舞也是增加肌肉。因为我们跳舞的时候呢，不仅仅是为了减肥，而且呢还是要，我们也非常讲究形体训练，就是我们每堂课前面的5分钟或者10分钟都会讲人怎么站。啊，那个你怎么站才让你显得，为什么有些人就显得年纪大一些，有些人显得年轻呢？那么就是怎么站的姿势都可以，都是很重要的。就是夹的怎么样，夹的尾巴。啊，提莫尔是学到家了，那个肩膀帮那个后背逼挺。他们艾米啊，刚才好多球队他们那个。都说那个要女队员，然后他们球队啊，什么球队的男队也可以到我们队里来呀、啊。啊，对呀、啊，对呀、啊，我希望我们对我们班长说的很好，就是希望网球队呀、啊，篮球队呀、啊，羽毛球队呀、啊，网球队啊这些男队员到我们加入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女生也可以去他们那里玩玩嘛，对吧？相互交流一下，对吧？啊，最后我这个摄影队没有什么，就是我一个人观感司令啊，就是谁要学摄影就直接跟我联系啊。摄影呢是谁都可以做的，只要买照相机就可以。对，只要能够买那个简单的单反相机啊。想学摄影你就跟我学啊。哦，我报名，我女儿送了我个单反，刚圣诞节给我的。嗯，好好。杨磊非常实在啊，杨磊师兄是最近几年都是我们校友会的专职摄影师，只要校友会有任何比赛有活动，他都是捧着他的那个长枪短炮一整套的摄影设备都在现场待几天。非常感谢杨磊师兄。啊，谢谢谢谢，我也很喜欢替校友拍照啊。嗯。杨磊露个脸呗，让大家看一看呗。嗯。对呀、啊，就是照相的人。杨磊师兄啊，是摄像头没打开。嗯，看看足球队长上来没有？
如果足球队啊没上来，建辉是不是能帮他讲一下？因为我实在体育是一塌糊涂。因为我没有那个什么，我没有那个足球队的那 slides， 我们稍微等一下，先 move on， 等会他再来自己分享好一些、接下来我们看看是哪一个项目。红包哦，发红包。对，好的，我们接下来又要抢红包了，所以现在给大家几分钟时间到大群去。我们一边发红包一边等杨磊好吗？杨磊已经讲过分享过了。哦，我讲过了。是队长、对，队长，足球队长，等柱子。我的妈呀，找大群还得找一会儿。今天晚上把大群给置顶了。我都置顶了，我置顶的东西太多了。其实我有三个大群。行了，也不祝福了，就直接发吧。哎，吕欣，我觉得发红包的时候，是不是大家稍微 take 几分钟的 break 还是怎么样？就是大家随便说呗。对，随便说啊，或者可以离开或怎么样？对，是、大家可以休息几分钟，休息几分钟再回来啊，对，再回来一下，站起来活动活动。好的，就是喝点水什么的，喝点水，是喝水的点。呀，几分钟以后，大家再聚吧。我收到 ，Thank you。好。有这么多红包好抢的啊！是啊，铁妹又发红包了。啊，发呢，就是现在发呀。啊！抢不了。我们二群也快满了，正在准备三群。今天上线的人不多啊，没关系，这个时候大家非常忙，大家都是有各种各样的 meeting， 我们对我们这个会在 YouTube 上长期放的，所以很重要，大家最后自由谈话的时候想想说点什么吧。不敢说了，长期放不敢说了。现在看来这个几个球队有活动还都是不错。对呀、就是校友的需要就是实际我们的工作。对。这个球队这个就是很需求，舞蹈队呀、摄影队呀、桥牌队呀，就是这样的。如果校友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我们 push 也没有必要，也没有用处，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能做的事情呢，就是校友需要做的事情。这个替摄影队做个广告啊，因为这个特别是疫情期间啊，拿一部相机这个百年不遇的走那些 trail 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活动啊，比待在家里强啊。对，摄影的比赛。杨磊，你上次那个照片在什么地方拍的？就是那个杂志的那个上杂志哦，那个中国香港对出版社，那个是这个尼亚加拉瀑布，你要到那个塔上啊，就是你要在他有，就是你要有那个坐那个电梯上去，对，你花十几块钱坐那个电梯上去。然后在那边那个角度我发现是拍瀑布跟焰火最佳角度，我这是找了好几年才找到。我从各个角度拍尼亚加拉瀑布
发现这个拍焰火跟瀑布就那个角度是最好的，所以已经把秘密传授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那个 hiking team？ 我觉得是有啊，田明就田明是在那，要不要田明趁这机会大家抢红包里讲几句呗？对，让田明做队长来招募队员呗 ，member。跟 Frank 师兄。哎呀，我就自己走。队长，女队长。女队长吧，有提出来呢，我们需要建一个 hiking 的一个小组。那我们现在其实应该请出我们的董卫民校友，他呢是我们非常热心的一个义工，每次的组织活动呢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我们现在呢请出董卫民来为我们说几句。我是董卫民，化学八七级的。2016年加入的校友会，2019年以来呢，校友会活动的时候就是搭把手，就是义工了，算是年轻的义工吧。那个校友会让我代表义工发言，主要是资深的义工们都在忙，像摄影会长铁木尔副会长在组织活动，老会长王小明学长每次活动都很忙碌，最近一直天天报告疫情信息。陈建辉、方玉学友呢，在组织球队活动；郑慧、吕新丽学友呢，现在不收钱了，当主持人了，表演节目。在此呢，作为年轻的义工的我，向这些资深的校友会义工致敬。加拿大浙江大学校友会是我们加拿大校友交流的平台。校友会的活动需要人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点子出点子，有设备出设备，还有像今天这样的线上活动，有 Zoom 提供 Zoom 的，这都是义工的事儿。义工呢，就像校友会的手、胳膊、腿儿，还有车轱辘，为校友会活动的圆满。对于我来说，作为义工，就是活动胳膊、溜溜腿的事儿。说起来，每次活动时，我也看到很多校友找来一些帮助布置场地。搬走一些帮助收拾场地，这些校友也是校友会活动的贡献者，都是不记名的义工，特此致谢。在此我也表个态，我会一如既往的作为义工继续支持并参与校友会的活动。最后预祝校友们新春快乐，平安健康，疫情期间大家多多保重，没事儿别找事儿，有事儿不怕事儿，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那么您刚才大家好几个人提出来让你组建一个 hiking 队，你是不是以后给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活动安排在里边呢？您的经验比较丰富。我是走了很多的 hiking 啊，像那个安省的四大翠欧也都走完了。怎么说呢？就是我走的 hiking 吧，比较具有挑战性。你把你背后的袋子亮一亮。我看见了，那个社会长啊，每次都说我袋子的事儿，我就今天就特意把这袋子拿过来了。这么看吧。哇，好啊！这就是每次走完吹友的话，就是说那个什么呢？像那个吹友的俱乐部，那个要的那个拜纸啊，作为祭奠，它叫 end to end 拜纸。比如说这个就是 Bruce Trail。是900公里，从尼亚加拉瀑到那个布鲁斯半岛的最北端900公里，这是我们花了一年走完的。这个是 Grand Valley Trail， 这是今年在疫情期间呢勉强走完的，这是250公里。这是 Gandaraska Trail 是500公里，这个是 Oak Ridge Trail 是300公里。哇哦，成绩显著啊！这个走完的话，就是说一个买这个拜纸呢，就是作为自己一个纪念，就像那个什么到此一游似的。第二个呢，也是就是说对那个这个 trail 的那个俱乐部啊，和那个trail 活动的组织者呢，也表示一下敬意。其实这个买拜纸也算一种捐献吧，就是这样了。你这都赶上拳王的金腰带了。嗯。我看那个 Frank 师兄这个是属于
advanced trail, advanced 这个trail 是大家都就是很正常的，第二是有那个有人维护的，是有标志的。其实在这个 trail 讲呢，咱们家周围的小道啊，那个胡同啊，还有树林啊，都可以叫做 trail。哎，你看是不是可以和甜蜜蜜、甜蜜学姐、甜蜜蜜都组织过很多活动了。然后你是那个叫什么advanced 的队，然后甜蜜学姐可以带我们女生走初那个起步队、初级队。这个建议很好。甜蜜那个不是起步的，那可以吧？不是起步的，有难度难度了。甜蜜学姐也是 advanced 的。是不到 Frank 是属于我们还是最基本的大概十公里左右吧，比较适合，但是说完全初级的只能走五六公里的，或者是只能走那个平道的，不能到那种野一点的 trail 里面去的，可能还要更 basic 一些的吧。我们走的是十公里属于中级的，就是选的那个线路会比较中级，就是不是 pave 的路面，一般都是会有一些爬高爬低，有一些台阶，这样的会比较有意思吧。不喜欢走这个大平路，是那种柏油路，就是太 boring 了。柏油路就像在城市里走那样，其实是走 trail， 我是建议最好是到树林里去走。好的，对对，我建议我们城市里面那种绿化道路嘛。我建议一下，我们在可以组一个微信的这个 hiking 群啊，大家在讨论。我们今天呢，就是那郑慧呢，也是我们校友会非常热心的义工。我们请郑慧出来介绍一下，也讲几句。郑慧，开了。校友，晚上好。我是计算机八三的郑慧。很荣幸被选为义工代表讲话。那个我是郑一代也是郑二代。我爸爸呢是1964年浙大无线电毕业的，所以我高中毕业以后呢也是叫什么选了那个叫不逢从分配的那种，报了浙大的志愿，就是非浙大莫属了那样子的。然后以后就在浙大毕业，在浙大结婚，也在浙大居住，在求实村居住，一直直到2001年移民来到加拿大。那么我7月份登陆的，8月份在那个那时候那种免费的报纸上看到我们校友会那个夏日聚会的广告，然后我马上就报了名，在那里就认识了第一任的会长王洪生会长，然后又认识了，也是在那里认识的现任会长盛颖会长。所以说我对那个可以说是应该是叫什么无缝接轨了，基本上就没有跟浙大就没有断过那样子。那也因为就是说跟浙大有浙大情节吧，我觉得说每次浙大的那个20年了吧，那几乎每一次的那个夏日的聚会和春节的聚会我都几乎都参加。然后那个就说后来也就就说打打电话啦，然后那个收收费啦，然后后来就召开孩子啦，就是那个夏天活动的时候做这些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义工的工作。那我就校友浙大校友会就像我的娘家一样，然后这那个浙大的校友就像我的兄弟姐妹。然后那个浙大的那他们校友呢对我也是，就是说在我就是说需要帮助的时候都是第一时间伸出援助的手。那我是那个2007年吧，然后我那时候以前老会长吧王小明知道我有脑子里有肿瘤吧，马上就给我打电话，然后鼓励我，然后还给我介绍一些校友，让他们对我有一些帮助。然后后来有2017年，然后我送女儿去机场那个追尾了，然后我女儿都急了哭了，也赶不上飞机了，也是前会长王小明第一时间就赶过来把我女儿送到机场了。所以说我觉得我能在校友会能
帮校友做，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做一件事，也是我觉得也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因为真的是在校友会，校友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今年，应该是去年了吧？去年的Christmas 之前吧，我不幸中招了，然后，校友王静全校友马上就给我送来了一大袋，很大很大一袋。就不是我们买菜那种大袋子，那种那个像 Costco 那样的大袋一大袋的那个高蛋白的食材吧，然后给我还送了莲花清瘟胶囊，我真的很感谢很感谢。然后还有吕新丽校友给我送来了，那个就提高免疫力的那个营养品，还有我们的五朵金花校友们在群里不断的鼓励我，给我精神上的鼓励，所以我在此呢，我真的表示感谢，谢谢你们。然后现在马上就是春节就要到了吧，我想很多人心里都有那种探亲访友那种念头吧。然后我在此呢，就作为一个过来人吧，我就呼吁大家要真的要响应那个政府的号召吧 ，Stay at home。因为我跟我爸爸妈妈呢没有住在一起，但是因为我就新冠病毒嘛，很多就真的是发生在就是互相信任的人之间，你觉得没事的，然后实际上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已经被感染了。所以我跟我爸爸妈妈虽然没有住在一起，然后我一个礼拜也会一两次去看他们，因为我觉得我很健康，根本就没有事情，而且我觉得我自己保护得很好，所以我一个礼拜还会去看他们一两次两三次，然后结果他们也被我感染了，结果就我们全家都感染了，一共我们全家五个人都被感染了。但是我就真是感谢主，感谢我们全教会的兄弟姐妹为我祷告。然后现在因为以前我不敢说我爸妈妈也被感染，因为我爸爸八十三岁了，我妈妈79岁了，我之前我都不敢说的。我自己是我很坦荡的，因为我和我儿子我觉得很年轻，我都敢说的，但是我爸爸妈妈我不敢说。那现在他们几乎已经痊愈了吧，已经基本上没事了，所以我也敢说，就我现在我说出来的目的就是大家真的就是即使是你是很亲的人，你没有必要，就是你就不要再，就是你即使要去看你爸爸妈妈，你把东西放在门口就走了。我还是要大家千万那个，这个太容易了。另外就是虽然医院里的给我的提示比较空洞的三句话，医院里就是来关心的话，不是关心嘛，就是他们例行公事，就是说来要对打电话。虽然这几句话是比较就是很算简单的话，但是也是很是非常有道理。就他怎么说，就 stay positive， 然后就 eat well， even you don't want to eat， 就是你不即使你不要吃，你要强迫自己吃进去。所以说王静月给我送我牛排啦、鸡啦、牛奶啦、酸奶啦，给我送了很多蛋白质的东西，鸡蛋啦，就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drink lots of water， 这三点是就是public health 给我的就是忠告吧，这也是对的。那另外当然我们五朵金花们也给我了很多别的偏方吧，反正我什么都听，什么都吃。啊，说感谢感谢昨日，现在我都准备要去上班去了。好的，非常感谢郑慧，给大家要拜个早年，要祝大家牛年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非常感谢郑慧呢，做义工呢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只要有时间全在我们这里边做，而且呢跟我们分享了最近的一些新的体验。刚才校友说过，我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那么我们这一连20几年呢，有很多很多的赞助人赞助我们的活动。最近这一年来呢，刘宝勇学长呢，他赞助力度很大。今天呢，他给我们讲几句吧。刘宝勇学长在吗？我还要说吗？说。谢谢你，稍后微。可以把脸露出来。这是2020年的赞助吧，好像是两个大的球队
都是冠名赞助，我记得。把球队一队、二队都包圆了。还有一个球队，不光是足球队，足球队。对，足球队。嗯。羽毛球队2020、2021都是了，一队、二队都是了。很多，今年2020啊，那我就随便说几句吧。啊，反正去这今年2020年就什么活动也没有了，就所以就疫情搞大家什么也干不了。啊，可能各种活动也都没有了。啊，但是我看到反正校友，校友会的领导组织下，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其实我看真是很感动，但是呢，我们这些人，哎呀，身在江湖，所以也没能帮上忙，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赞助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有，其实我也希望这个校友会这些活动能搞得红火一点，我们能出一点力量，也能出就尽力而为。我呢，反正就是搞数字货币的嘛。搞这个美国数字货币交易所发起人，当然我原来是八九级的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的研究生，当然后来我一直都是在搞金融了，在国内的时候早期是最早等于是创建银联嘛，所以也是金融，那么到二十年前到加拿大之后，基本上也都是围绕着这一摊。现在就是搞这个数字货币，那么今年数字货币可能会比较好一些了，希望将来今年情况能够不错，然后以后我可以多赞助几个球队也没关系，几个活动队伍，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能组织的好，反正大家也是这个互惠互利。也大家能活动的时候也方便点，这个没问题，反正等到疫情结束的话，到时候我们再看一看，希望今年疫情的早点结束，大家都能快快乐乐的，该干什么该玩玩，该锻炼锻炼，快乐一点。我就说这几句吧，最后祝各位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福报满满。行，谢谢，我就不说了。好，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个我稍微插句话好吗？那个什么，就说刚才非常感谢这个刘宝佑师兄说对排球队的一些赞助，所以非常我代表排球队的所有的队员表示感谢。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今年呢是什么，就是很特别，因为那个就是比特币呢，就是说也是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而且呢我对那个就是说刘师兄的从事的那个 EB 去中心化呢非常有兴趣，但是我也 try to follow， 但还不是完完全理解，所以我觉得在合适的时候最好能够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这些方面讲座，我觉得非常有帮助。因为我就现在卡在一个地方，就是说好像我不太懂得怎么运用你们那个平台，其实我都下载了也 play around， 但是还是没有很好的利用，所以说如果能有机会你做个讲座，我相信非常多人会有兴趣的。行啊，那看看，就是如果校友会有这样一个活动，我很高兴讲一下。是，我觉得就是数字货币呢，应该说，未来十年可能对每个人影响都会非常大，它还不是一点点小，会非常大。所以有机会，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做一个公益讲座没关系，我就是对非常好。当然我们是比较熟的了，我们干了很多年了。对。从2014年就一直在弄这个东西。有机会组织一个专门数字货币的专题讲座，我可以给介绍，没关系。对，我相信大家也都会非常受益的，谢谢。让大家了解一下怎么回事，到底该怎么玩，有什么前途，跟谁有什么关系。没错。有兴趣怎么能介入？事实上啊，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我很多朋友，当然其实也包括我们的这个，当然从我中学就是同学，包括一个浙大校友，也是校友，或者一个他去澳洲的一个人，他几年前。就跟我入了门之后，他的收入就当然早就不干了，他那个2017年一年就干了，一辈子不用干了，投了20多万，他就赚了1000多万那一年，所以说呢，这个机会，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投，大家了解一下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数字货币啊，对，跟每个人都有关系，谁都逃不掉，十年之后，
而且会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早点了解可能会比较好。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期待着以后你给我们办这个公益讲师，特别棒。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请我们的副会长为我们做本年度的活动展望，有请铁木儿。好，谢谢。首先顺便说一下呀，我们刚刚过去的北美这个歌唱比赛呢，我们浙大呢获得了团体冠军，还得了很多奖项。这些奖项发现呢，大多数在华北芦地区，孙浩还有刚前面的何长英，他的还有他的女儿，这些个都是骨干，他们的会长，他们的会长李东也在，哎呀，真是，很不错。另外呢，我看我们的卢勇学长呢，卢勇医生也在这里，他最近这些年也是每年都在赞助，至少是一个球队或者一个运动队。那么今天他说他不想讲，我今天要说的呢，是在高潮之前我要说一点，就是今年活动展望。大家知道呢，我们去年很不容易，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校友的需求呢并没有减少。校友是什么样的需求呢？就是一种情感上的需求。因为我们作为校友会既不是法律上的机构，也不是道德审判的机构，我们是一个团结校友，对校友情感方面的一个满足。通过我们这个校友会呢，大家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因为我们校友会的校友呢都是各行各业的，我们大家呢也是的需求也是各种各样的，那么大家互相了解，在我们的吃喝玩乐呀交往的过程中互相了解互相认识，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校友会外面结合，或者大家组成一个公司啊，合股啊，或者风险投资啊，或者说呢各种体育啊活动啊，各种方面的活动啊，保险啊，住房啊，这些个这都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现在这届校友会呢已经经过三年了，接下来我们应该要吸收新的校友来参加我们的理事会。过去的理事呢，上一届的理事呢，只要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呢继续留着为我们大家做工作。像我们各个球队运动队呀、舞蹈队的队长啊领队呢，如果自己有时间有意愿的话呢，自然呢也应该是我们的理事。像我们的活动励志活动的筹备组的义工们呢，经常为我们校友做工作，也可以作为理事。另外呢其他的新的年轻的校友呢，如果希望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思维新的概念呢，也欢迎参加。这个呢就是跟我们联系，会后呢我们要跟大家沟通。我要说的呢基本就是这些。接下来的活动就是一个就是校友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校友不需要的事情呢我们也就不要做，就是这样的。从今天晚上呢看来呢，大家也看出这一点了。那么接下来呢我看心里，我看咱们请周一民请出会长来给大家祝个酒吧。好，有请会长。好，请大家举起手中的酒杯或者是茶杯我来带头祝酒。就借用咱们今天迎新晚会海报上的那句口号吧，祝大家在牛年里一扫阴霾，牛气冲天，风光我浙。好，祝大家身体健康，来年顺利。好，干杯。祝大家洗尽精神。